你的梦想汽车是什么？好，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很有感觉。OK, I have a couple, 我有几个。如果是跑车的话，放开我之后，他们就放开之后，我就掉到田里面。有吗？我就只好交朋友，然后不可以跟他们讲话。对，所以你要讲韩文才可以跟他们讲。就是我做的裙子，它是日本的布。我的是台湾布。有客人来我们家，然后他们有跟我们分享一个。哦，猜一个字，猜一个字的笑话。你嘴巴还蛮满。I know what this one is. Can you read it? Just 就有一个东西就凸出来的，有点像三角形的。我就说 ，Honey， 上面有蛇。你认为这个家庭没有它就会很糟糕的东西是什么？嗨，大家好，我是老魏爸爸 Steven。嗨，我是地方。这是我们的七个女儿。今天我们有特别的活动，我们要有一点家庭聊天的时间，所以 Adeline 有帮我们预备一些 conversation cards。Adeline， 感谢，谢谢。不客气。今天我们预备了一些冷泡茶，昨天晚上泡了，还有一些点心。丽莎，你要做什么茶？包种茶。对。如果仔细看，就会看到蜜香红茶开始出色。明天我们再打开来喝。So girls, are you ready? 嗯哼。OK, 我们先倒茶。对。这边有蜜香红茶，金萱这边是乌龙，然后 Joanna, 你泡的是什么茶？包种茶。现在我们要开始问问题，所以亲爱的，你先抽出来第一个问题呢。对于你的一位家庭成员，你最感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英文 What is the one thing that you are thankful or grateful for about one of your family members? 那当然就是我的老公了。很谢谢你照顾家、供应，然后对我们这么好，当很好的属灵的领袖、家庭的领袖，谢谢你。谢谢你，我有进步的空间，感谢。嗯哼，下一位。Bethany。好 ，Bethany 的问题，你最喜欢喝什么？如果你余生只能够选一个东西可以喝，你会选择什么？我喜欢喝椰子水。如果我以后是啊，那我可能就是水。喝水。Good choice。别人呢？有没有人要回答这个？椰子水。对，水是水。对，水水。喝水。Sarah。OK， 自由时间时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free time？ 擦地板和弄我出来。这么乖。做家事。如果你可以玩的话，你喜欢玩什么？森林家族。喜欢玩森林家族。很好。Good， 很好玩。Good。Anybody else？ 我喜欢在沙发上看书。沙发上看书很好。Joanna， 你呢？喜欢玩大长今。大长今 ，OK。对，大长今怎么玩？很多玩法，可以煮菜，也可以当医女。对，很像扮家家酒。对。因为你们会穿特别的衣服吗？对，会穿韩服。像今天小的穿的这样吗？我画了个脸。我喜欢缝东西。缝东西。我喜欢荡秋千。对。我喜欢读书。我也喜欢写作，写东西。嗯哼。Any new era blogger author champion， 亲爱的。我吗？我喜欢看韩剧。啊，还喜欢跟我小孩玩，
玩 board games 还是玩 Sleeping Queen Uno， 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呢，就我自己休闲的时间呢，Good。我可能单身的时候跟结婚后兴趣不一样。单身的时候喜欢打球、画画、弹吉他。现在比较忙，没有时间，所以我喜欢我看书。如果在美国的话，我可能会想要钓鱼、带小孩去爬山、露营等等。OK， 现在是换 Joanna， 抽一个。你认为这个家庭没有他就会很糟糕的东西是什么？英文是 What is the one thing that you think this family can't live without？ 妈妈和爸爸。妈妈和爸爸。再讲一点。没有神也是没办法。对。不能没有神。对。为什么？因为他是救我们的神的 yes， 我们的救主，他创造我们，也救了我们，赦免我们的罪。Good， Jenna and Elizabeth， 因为那个是你们两个一起回答的，我再给你抽一张。可以吗？你嘴巴还满吗 ？I know what this one is. Can you read it? Just 如果你的余生只能够穿一种颜色的衣服，你会选择什么颜色？为什么 ？If you can only wear one color of clothes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what color would you choose? Why? I don't know. Green. Green. 绿色。为什么？我最喜欢绿色。你最喜欢绿色吗？上半身、下半身都是 green。Green. Like a green dress. 你就会变 camouflage。我会穿 pink 的衣服。因为它很漂亮。Great。如果我的话，可能 brown 吧 ，brown shirt， 咖啡色的上衣、咖啡色的裤子、咖啡色的鞋子。Adeline， 你会穿什么颜色？蓝色，因为我最常穿的现在就是蓝色，然后牛仔裤也是蓝色，然后有很多裙子也那些都是蓝色，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很适合所有的。场合的衣服，很好。然后你的妹妹很爱你，一直要喂你吃钱。Sing a song， 妈咪。现在换 Olivia 好了。这个好。你最喜欢的笑话是什么 ？What is your favorite joke？ 你知道有好笑的吗？帅哥。他喜欢 tease 我，他喜欢我们的 家庭里面的笑话。他喜欢捉弄爸爸。捉弄爸爸从楼上走下来，然后你看到他，你会讲什么？帅哥，帅哥。还有呢？帅哥，帅哥 YouTuber。我也是。你也是吗？对。OK， 谢谢。对，那个会让我的心很痒，对不对？因为我不喜欢人家叫我 YouTuber。OK， 好。还没有人知道一个笑话。有一次有客人来我们家，然后他们有跟我们分享一个，猜一个字，猜一个字的笑话，然后是在树上唱 rap， 所以需要猜一个字。好，你们知道吗？答案就是那个在树上就是一个木，然后上面三个一，就是有。中文字对不对？就是桑树的桑。啊，我们觉得很好笑。中文的字。我有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到那个药局，前阵子那个 COVID 要买酒精，然后就到药局要去买，酒精。然后呢，他就说：“小姐，我要酒精。”然后小姐就说：“你要喷头吗？”他说：“没有，我是要喷手。”说：“不是。”你要喷头吗？他说没有啊，就是喷手的啊。他说那不是小姐，那请问你要喷嘴吗？他说我们要喷嘴，我要喷手。可是其实他是在讲那个 spray bottle 的上面那里。我们也觉得一个很冷笑。对 ，OK， 好笑。OK， good， Beth， Olivia， 我再让你抽一个，因为这个对你来说比较难。你再指着一个。等一下给你抽。Okay. 好 ，Olivia， 如果你可以养任何的动物作为宠物，你会选什么？为什么？兔子。为什么？因为它们很可爱。
很可爱 ，right？ 还有谁要回答这个？我如果要养动物，那我会养马，因为马可以，我们就直接想要去哪里，它会自己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呢，它可以直接带我们去我们要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不用走路。马是 GPS， 这么好。不喜欢养马，因为它会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哇、wow. ！我喜欢狗，因为它可以看家，而且可以训练它。OK， good。Joanna， 我会想要养马，因为我最喜欢动物是马，而且可以骑它。还有狗，因为它可以看家。OK， good， good， good。亲爱的，养一只大狗吧，会听话的大狗。Okay. 要先送去上狗学校，然后之后养一只大大狗。Yes。OK， 我的话可能如果是可以训练的话，浣熊 raccoon 蛮酷的 ，fox 或者是 wolf， 这些我都蛮喜欢。下一个问题。那宝宝要去睡觉，我先带他去睡一下。OK， 宝宝要睡觉了，拜拜拜拜。好，中场休息，马上回来。All right， Part Two， baby 去睡觉了，我们继续抽问题。Sarah， do you clean hands？ 这个。你在家里发生过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What is one of the funniest things that ever happened in your family? 好笑。Daddy， 帅哥。帅哥。So they think I'm funny， 他们觉得爸爸很好笑。谢谢。有没有发生过很好笑的事情呢？有没有发生过好笑的事情？When爸爸抓我那微笑。对，爸爸会抓你，然后会帮你抓痒吗？对。你会说 Daddy chase me， 对不对？我会抓到你，还是你太快了？我太快。你太快了。OK， 还有谁呢？我就是，以前那个，我姐姐就在教我骑脚踏车，之后她没有，之后她突然就教我的，教我怎么骑脚踏车，之后他们就说。我要放开我，之后他们就放开，之后我就掉到田里面。有吗？那就掉到田里面。Probably yeah。你变得很多泥巴吗？在身上吗？对。哇、wow。你有没有哭？请问一下。有。你有哭吗？不过现在你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对。OK。问题是有没有最好笑的 ？Well， 可不可以讲最可怕的？前几天发生的，在住窝房。晚上睡觉一切哦、oh, 可以啊可以好亲爱的我们在聊天要睡觉的时候突然我的亲爱的 会跟我说 Honey 那平常他这样子叫我我就心开始就是跳很快就 boom 不过我们在要预备睡觉以前不知道他看到什么还是想到什么结果呢结果我们的衣橱很高很高的衣橱那里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晃来晃去我以为是想说哎，我们放行李箱那里灰尘怎么会那么的长结果后来看一看，就有一个东西就凸出来的，有点像三角形的。我就说 ，Honey， 上面有蛇。又吓一跳，为什么我们家二楼桌房里面会有蛇？对，好恐怖。结果真的是蛇，我赶快去打开门，跑下楼去抓那个蛇夹，然后上来把它带去外面。我猜是透过冷气窗户口那边跑进来房子、嗯。对，所以要把冷气要弄好。Yeah, 现在就觉得有点好笑，不过同时也是很可怕。对，所以住在乡下要买蛇夹，你把它弄很长很长，它就把它夹住。Yes、嗯。OK， 下一个问题，谁还没有抽？阿泽，随便抽一个，最上面的。你的梦想汽车是什么？而且你有钱。你最喜欢什么车？这个是最适合爸爸回答的。OK， 等一下你再抽一张好不好？好，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很有感觉，那我先回答 ，OK？ 下一个是换你了。What is your dream car？ OK， I have a couple， 我有几个。如果是跑车的话 ，Spy Game 电影里面 Robert Redford 开的绿色的保时捷，古典、帅、简单，那个还不错。现在的话，我蛮喜欢 Lexus 新大改款的 GX 550要出来，有点像 Land Cruiser 那样子。其实 Land Cruiser 历史里面都是很好的车，因为它很可靠、很耐用，然后可以载东西。你无论去哪里都可以开那台车。So Land Cruiser 我很喜欢。啊，如果有钱 ，Land Cruiser 还不错，还是 Lexus GX 550 Overland。不好意思，发现我也偶尔会研究一下车子，虽然没有钱，不过哎，我 GX 550买给我亲爱的，你这样子在美国如果下雪，你就很安全，然后很帅。
OK， 好好，下一个问题，派谁？给 Elizabeth 再挑一个。如果你现在可以学任何的语言，你会选择什么语言？嗯，我应该会选韩国的韩文。韩文对。为什么？因为我如果想去韩国，因为如果我还知道中文和英文，那我就只好交朋友呢，不可以跟他们讲话。对，所以你要讲韩文才可以跟他们讲。对。Good. 非常好。Good answer. 还有没有人？我想学台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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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第一个语言是讲中文，可是第二个最常讲的应该是台语，然后所以我们很多认识的人还是亲戚会讲台语，然后我就坐在旁边听不懂。嗯，对。我想要学客家话。因为有一些家人也是客家人，然后我们的邻居也是客家人。嗯哼，很好。还有没有？亲爱的，我吗？可能韩文吧，这样比较看得懂。韩剧，说得好。对，韩剧。OK， Bethany。嗯，可能台语吧。OK， 我的话可能是西班牙文。如果在美国的话，很需要常常用到西班牙文，就是非常 practical。那第二个可能我的日文最近退步了，所以日文再加油。好，下一个 Adeline， 好像还没。Adeline 冲。哦，如果你可以创业，你会选择什么？嗯，你自己创业，嗯，可能就很像现在我们弄的曼森一样，卖茶，就是还是家常物品，哦，家庭物品，对，家庭物品，对，因为每一个家庭可以用到，然后因为那个是现在我最了解的，是 ，OK， good， 耶、yeah, ，有很多人说我们应该要开餐厅。我开餐厅的问题是什么？开餐厅就很累，很累。我们都在后面厨房煮菜，对不对？对，我们喜欢在前面聊天。对，对。Yeah.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想要卖衣服吧。他们两个现在有在做裙子，他们做的裙子之后我们会放在那个脸书上面，也许可以订，只有几件而已。可是我很喜欢看女生穿很漂亮的衣服。OK， 你们讲到那个就要去拿一下，给观众看一下。好，他们去拿一下。等一下，你们抽。我们先给你们看一下 Bethany 跟 Joanna 开始的 side business。好，你们分享一下。这是我做的裙子，这个的布会比较厚，然后它是日本的布。我的是台湾布，然后两个都是纯棉的。Great， 这叫蛋糕裙。Okay, great。所以这个是可以用手做的东西，对不对？很实用，很漂亮 ，very feminine。So we like it. Good job, girls， 加油！好，以后有可能会分享其他的资料，如果有兴趣购买孩子做的裙子。那如果我要开一个公司，我应该会卖书，因为我已经做了一本自己画了很久的一本书。哇、wow, ，你在写书吗？画书。对。Good。好。好，现在换爸爸抽。So 这个 conversation cards 我觉得很好的，就是大家可以用他们的想象力，还是分享，可以建立关系。喝下午茶的时候，我们喜欢聊天，那这个可以有点像破冰游戏。好，我抽一个。如果你不得不一个人去度假，你会做什么活动？ If you had to go on vacation by yourself, what activities would you do? 第一个，我会很想念全部的可爱的公主，还有我的亲爱的。不过如果一个人的话，可能去阿拉斯加去钓鱼吧。不用想太多的事情，就放轻松，去钓鱼吧。会很享受，然后就看书，放轻松，祷告，做计划。然后回来到我的公主世界。对，亲爱的，我很好奇，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度假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那种像海边的度假村，然后呢，吃跟住都在里面，然后有私人沙滩，然后有按摩的地方，就待在一个地方，我都不用出去，然后我就去吃饭，然后游泳，然后按摩，然后对，就全部的东西都在里面。对，听起来很像我的风格。你的意思是你想要过好日子是吗？是啊是啊，我喜欢。好，抽。你抽一张，然后 Olivia 抽一张拿在手上，抽。That one. And then、Good. take one. 好，剩下来的人你们都抽一个好了，随便抽到最后的。
时间不多。快，这是很快的。Hello, Bethany。再抽一次。啊，这个是简单的。如果你有一个 farm， 你会种什么东西在里面？玉米和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吃。要种玉米，还有你喜欢吃什么东西？你要种在你的农场。玉米和红萝卜和高丽菜。你喜欢什么水果呢？草莓和葡萄在的用 garden。葡萄吗？草莓。草莓葡萄，哇，太棒了，我也喜欢。我的是你最喜欢的游戏或棋盘游戏是什么？我现在很喜欢 chess。西洋棋。对。Good, good. 也是。Elizabeth 的是，哦，你有什么感恩的事情吗？我开心，我有一个神可以保护我们，然后在我身边，然后还有，谢谢我们有爸爸妈妈可以照顾我们。哦，那么可爱，谢谢，谢谢有你。Good, Olivia 的问题 ，Bethany 可以念。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为什么？我喜欢猫咪。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很可爱。嗯，非常。你也很可爱。可爱。Bethany， 你最喜欢什么运动？为什么？我喜欢排球，因为我很喜欢打球。排球吗？打球。好，阿浪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喜欢排球和游泳。游泳吗？游泳和排球。为什么？因为排球就是打到球的时候很爽。是的。然后游泳，我们最近才学游泳，所以我觉得游泳可以在水里面移动的比不会游泳还快很多，就很好玩。对。我喜欢跑步，因为有时候跑步会有点像运动，又可以跟爸爸妈妈，有时候他们可以追我，然后跑很久。Yes， 你很有体力。对，你呢？和我喜欢听哆啦哆啦，因为有时候我就会叫爸爸妈妈抓我。他喜欢听那个卢广仲的歌，叫《早安陈之美》。夏天的时候不能出去玩，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桌子的椅子通通放起来，然后小朋友就在这里跑小操场，然后我就放音乐，然后他们就一直跑圈圈。所以他的运动就是在家里放，对啊对啊，然后就一直跑圈圈。台湾妈妈的想象力，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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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喜欢篮球，然后滑雪。哇 ，skiing 耶！我喜欢游泳，因为不会流汗，然后运动完了就是很干净，过好日子。等一下 ，Adeline。OK， 形容你的梦想房子。哦，我喜欢在一个电影里面叫《Anne of Green Gables》里面的那个白色的房子，然后有绿色的屋顶，还有一些 beams 都是绿色的，然后又在树林边边，所以就很美。而且那个房子就是院子很大，然后房子也很大，很宽广的样子。Good。一个电影叫《清秀佳人》，它里面有一个绿色的房子，是他最喜欢的，白白绿绿，白白绿绿的，对。Good， 亲爱的，你呢？我吗？我喜欢一层楼，不用爬楼梯。然后，如果在美国的话，就是一层楼就好了，不用很多楼层。然后就房子里面舒适温暖，有我爱的人，人们。Yes， 我喜欢木屋 log cabin， 所以我的梦想是可以自己盖自己的房子，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也许家人过来，还是教会的朋友、邻居一起过来，一起盖一个 log cabin， 还有一个谷场，做成一个 ranch， 一个农场。那是我的梦想。Yeah。那今天因为我们预备的问题很多，也许会有第二场，我们先不要更快的跑过去，我们就好好的享受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你们回答得很好。 OK， 我们要继续想很刺激、很有趣的问题。 OK， 希望这个影片有鼓励你们，特别是当爸爸妈妈的观众，你们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喝茶，有下午茶，还是在家里放轻松吃东西，然后聊天，建立你们的关系，关心到孩子的状况等等。亲爱的，你觉得这样子的活动怎么样？很好啊，我们很喜欢喝下午茶，然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吃东西聊天。特别是当你有这么多女儿的时候，当然要聊天吃东西喝茶。Yes。打扮。Yes。Girls， 谢谢，谢谢你们泡的冷泡茶，谢谢你们预备的点心。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现在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的地方分享一下，如果你们在喝下午茶的时候什么样的问题是很有趣的，或者是会让你们的家庭可以分享很好的回忆，还是让大家都笑嘻嘻的，请你们在下面分享，也许我们 part 2会用你们写的问题在我们的内容，好不好？那我是老外爸爸 Steven， 我是季芳，我们的六位公主老要在睡觉，要祝福你身体健康，上帝祝福各位，祝你们喜乐平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